你家的洗衣机有多久没有清洗了呢？如果洗衣机有3个月没清洗呀，甚至比马桶还脏，那今天就分享大家如何正确清洁洗衣机的方法，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洗衣机可是家里一年四季使用次数最多的电器之一了，但是家里的洗衣机用久啊，可能比家里的马桶还要脏。可以看到这个橡胶圈里面藏了很多的污垢，不只是表面，还有我们看不到的脏东西，都是在滚筒的内壁上。
简单的清洗啊，根本洗不干净。那么今天就分享大家如何正确清洁洗衣机的方法哦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容器，容器中倒入大量的白醋，白醋是可以软化污垢，同时啊可以杀菌的哦。然后准备一个干净的毛巾，让它完全浸湿在白醋里面，之后把浸湿白醋的毛巾啊放在洗衣机内，开启脱水模式。那么这个甩干模式呀，可以将白醋充分的粘附在每一个角落。之后我们需要等待半小时，让白醋充分溶解这个污垢。时间到，我们将这个毛巾取出，之后准备下一步，再准备一个容器，倒入花露水。接下来倒上食盐，再倒上小苏打，倒上少许的温水，我们稀释一下，将这一碗调制好的溶液直接倒在洗衣机内，可以有效的将洗衣机内壁上的污垢分解下来。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毛巾放在里面，开启洗涤模式，让洗衣机转动半小时左右。花露水可以有效去除螨虫，而且呢还可以让洗衣机内部香香的。那么小苏打遇到白醋可以发生反应，使这个污垢啊都被分解下来。最后洗完，我们将这个毛巾取出，可以看到洗衣机内部啊是非常干净了，一打开就有一股清新的味道，而且这个橡胶圈可以看看一点污垢都没有了。所以自制这个溶液可以充分溶解洗衣机内部的污垢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这个清洁洗衣机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？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